食物的味道，它承载了一个地方的故事，也记载了当地人的乡愁。那相信佳节回乡的大家，这几天应该都在不断的狂吃那些很久都没有办法尝到的家乡味道吧？就比如说，在森美兰北部有个位于海拔1000尺的小地方——芝芝港新村。那当地有一种叫做马子城的特色小吃，是每逢过年当地人的必备年味。那夸张一点来说，提到芝芝港，就一定会想到马子城。可见呢，这一道小吃在当地人心目中呢是占有多重要的位置。好了，我话不多说，马上带大家见识一下芝芝港人他们独有的年味。沿着狭小的山路前行，映入眼帘的竟是寻常百姓家的新板屋顶。依山而建的芝芝港新村只有两条大路贯穿小镇，偶尔有车子不疾不徐的来回穿梭。每个小镇一定有个熟悉的味道，陪伴村民走过无数光景。而在芝芝港新村，就是特色小吃马子城。这边人都叫马子城，你们外地都叫萨琪玛。我们很久都有吃的，只是在过年的时候才有的吃。我们大家平来以前，我跟我的嫂嫂一起做过年做来吃的，分家了，分家我就自己拿来学做学做，做的好吃的他们叫我们去做嘛。外形看似萨琪玛的马子城，其实就是从萨琪玛改良过来的传统小吃。马子城多了花生的香味，口感也比萨琪玛更加爽脆。他们是做来吃的吗？因为我是觉得这种好吃的东西，如果是有大家分享的话是很好咯。我是做来叫他拿去做货新加坡卖咯，觉得生意不错嘛，这样子过后他在这边就开始在这边生产了。凌晨2点，街上已经没有人烟。不过饼家的厨房炊烟才刚要升起，在这之前，他们必须花一天准备好原料，才可以开始进入主戏。擀好面团，切字油炸，煮好糖水，搅拌均匀，铺平切块，就这样一包包的马子城就可以包装上架了。随着老板年事已高，昔日简单的操作也显得吃力起来，而孝顺的女儿女婿放弃了城市里舒服的生活，回来跟老人家共苦，分担母亲辛苦的日常。他没有人接手，我自己只是两个老人在这边，不考虑到回来咯。因为我岳母的年纪又大了嘛，她的腰又伤到了嘛，连我们认为我们的岳母已经这样老了咯，连我们不要做到这样辛苦咯。每年快到农历新年的时候，老板每天天黑走进厨房，一动手啊就忙到下一个天亮，一抬头就过了21年的时光。时代洪流总是残酷，以往的好味道如今必须花更多功夫，克服更多挑战才能完成。本来质感很多人会做的，现在材料越来越贵，这边请不到人做的，要2-3点就起身，没有人要做的。这边以前呢做出来的这种饼是很好吃的，因为很多颜料啊编制啊，现在我们想一个发展要怎样保存这个事物这样的原味啊，其实手工的东西都是这样子的咯。坚持手工制作的每一包马子城，老板深深知道这是在地人记忆当中的味道，所以他坚持每一年过新年必须要开店，好让那些在外漂泊的游子们回到家里也能够品尝芝芝港最独特的年味。因为我们的年饼都是在过年期间卖，不是过年前卖比较多，很多啊新加坡啊交货的回来到了过年回到家乡才买出去。一包马子城，飘香跨两代，三口子传承，四海皆归来。凝望这夜色里的炉火，不断蒸发的是老板过往每天摸黑的岁月，而一铲一刀的坚持，从锅子里飘出来的香气，是陪伴了老板一生的年味，还有芝芝港人回忆当中最熟悉的乡愁。